经了解中国司法机关，经依法审查，认为澳大利亚籍人士陈雷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于2月5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陈雷。目前，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期间，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，充分保障陈雷的各项权利。 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方面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，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。